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牛，我现在在上海，今天也是要来探一下上海的老字号美食啦。不过我现在计划临时有变，因为我看到我调探的第一家羊肉馆对面有个双峰市场，有几家店大排长龙，很多这个爷叔大妈在排队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第一家我打算买个熏鱼，生的鱼直接旁边帮你切，帮你去鳞，然后帮你炸，帮你做的，我还真没看过。旁边有一个老式大饼，我们也试一下。最后呢，有一家大排长龙的这个炒菜馆，感觉是本帮菜，对，是没有停过的，而且都是老人家来排队的。来，我们去看看。我想要点一份，怎么点啊？自己就是自选。这一块大概多少钱呢、啊？大概29块钱。哦，也不贵。对，要实惠一点。这一碗，一碗。是这个我的哈，好，谢谢。这个要大概泡多久啊？大概2分钟到3分钟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拿到我这个熏鱼了，这叫阿氏熏鱼，非常的新鲜，非常有菜市场的烟火气，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试看看。熏鱼挑了一块，有骨头的，一口吃。哎，好吃哎！上面的皮微酥带点脆，肉还是多汁的，然后真的是沾满了那个甜甜的酱汁，挺惊艳的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第一家的熏鱼，旁边有个卖老式大饼的，虽然大饼挺普通的，但是莫名的每一次在菜市场看到，我都想要去买一个来吃。买个大饼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现在做咸的是吧？大姐，你手法好利落啊！几秒钟就出一个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老板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来，大家拿到我的这个大饼了。我本来只打算买一个的，可是我感觉他们是特地为了我拍而重新做，所以我就全买了，各买了5个，沉甸甸的，非常实在。我们从咸的开始吃吧。咸的大饼2.5块一个，买4送1。哦。很有嚼劲，面很香，外面微微的酥，刚烤出来的就是不一样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跟一般的那个烧饼不一样，烤完以后有一个蓬松感，早餐再加个蛋，超赞的。来，下一个，吃看甜的烧饼，
甜的也是很蓬松，很有分量。来，试看看。嗯，稍微凉了，更有嚼劲了，那个脆感少了一点。那里面的糖微甜，就是带给你那种甜滋滋的韵味，跟它的面香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嗯，后面还有一家刚刚大排长龙的本帮菜馆，来，我们去看看。糖醋排骨跟红烧大排各十块钱左右吧，好吧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拿到我的菜了，两个荤一个素才21块，性价比真的超级高的。你看到我后面还是一直在排队，来，我们找个地方吃一下。好了，大家真的找不到地方吃东西，找到个全家，我就在这边这个凳子上面暂时吃一下，试看看刚才买的这个本帮的快餐菜馆。来，第一个我点了个红烧大排，这么大一个大概10块钱左右，吃一口。嗯，很软嫩，外面就是甜甜咸咸，炸过再果酱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然后肉超级厚的，这应该是腌过的，很入味，很有味，不错不错。下一个我们试看看这个糖醋排骨。嗯，酸甜软嫩，不会感觉到那个面衣很厚，反而是感觉跟酱融为一体的，还不错吃，哎，真蛮好吃的。嗯，最后送的素菜，它是满20送素菜，送满满一大盆的，这应该是高丽菜。嗯，清脆有味，肯定是有放点味精，不然味道不会这么鲜。来，这个应该是面筋吧。嗯，软糯，它的味道都是蛮适中的，好吃的，难怪这家店排成这样，21块三个菜，划算。嗯，本来计划里面的第一家。腿，大腿啊！这个是得买一整块是吗？哇，老板娘，我来一碗红烧羊肉面好了。好的呀，够了吧？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会员礼包量35元。要配好一点哦。好的好的。这里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大家，现在到我们的这个影片的最后一家，这个是老居羊肉馆，就是以红烧羊肉闻名，叫了一碗红烧羊肉面，35元，大家觉得价钱如何？我们先从羊肉试看看吧。嗯，够软嫩，然后酱香很浓，这个瘦肉稍稍有一点点柴，再试一口看看，这个带点皮，带皮的就好很多 ，Q 弹，带点肥，吃不到什么羊的膻味，哎，不错的，不错的，嗯，来，先吃口面，嗯，这个面煮的稍稍有点硬，可是 Q 弹滑溜，拌上它那个应该是羊肉汤的酱吧，也是很香，有一股酱香。
咸甜适中，蛮香的那个卤香味。下一个我们试看看它干拌的这个送的汤，咸，哇，怀疑它有加味精，但是一碗热汤喝下去还是很舒服的。来，再吃几口面。老板娘吃好了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来，大家吃完这个老居羊肉馆呢、本来的第一家，结果变成这集的最后一家。那它这个羊肉呢，有柴有瘦有软有弹有肥，都是一个煮法，所以其实是看运气你拿到哪个部位。但是它的这个酱香微甜还是蛮好吃的，拌面确实不错。那总共吃了四家店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本来今天计划的店呢，就改到下一期啦。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点赞、开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。